大家好，我又来到了这一次的更新预览速报。首先是这个冰淇淋的活动，就是广场上会多了很多 NPC， 还有关于一些冰淇淋的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而你只要解完这个冰淇淋任务，一样是有这个任务的哦，可以获得这些服饰。然后当然也有这个七天的签到，一样可以获得一些头饰跟背包。风格抽奖多了这一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广告也有这个冰淇淋的头。然后接下来就是7月13号才能参加的这个寻找冰淇淋字母的活动哦。官方是固定两个礼拜更新一次，所以他至少要让第二个礼拜我们有事做，所以才会这样子延后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启这个冰淇淋字母的活动哦。这一次的更新算是小，就等明天来看看吧。好啦，我是小宇宙，我们下次见，拜拜。